世君哥，等一下。好了，不能呼吸了。 好久不见了，今天突然约你见面，你一定很惊讶吧？是啊，我很抱歉。抱歉什么？没有关系，我早就死心了。说真的，我曾经痛不欲生。 不过已经没事了。我对感情拿得起放得下。订婚途中跑出去的那个傻男人，最近好吗？是不是说得太过分了？我心里也有很多心结，总得发泄一下。我想说的是，你不需要这样特意来向我道歉。不，我不是为这件事来。 你可不可以再跟世君哥交往？我知道你会说我自不量力、爱管闲事，但是我觉得世君哥跟你们真的很相配，我真的有这种感觉。世君哥对我来说。 世君哥就像我自己的哥哥一样，因为我没有父母亲，所以非常依赖世君哥。有时候他就像妈妈，有时候也像爸爸，就如此而已。我们两个并不是男女感情，请你一定要相信我。 我认为只有我亲自跟你解释，
才能解开这场误会。谢谢你愿意来见我。时间不早了，我得先回去了。